2014年7月21日，中国驻多伦多总领馆、安大略省政府在多伦多动物园共同举办了中秋国宝慈善晚宴新闻发布会。中国驻多伦多总领事房丽、安省公民移民和国际贸易厅厅长陈国志、多伦多动物园管理委员会主席周托手、总领馆商务参赞于建伟等出席活动。中加双方20多家媒体代表参加发布会。为庆祝中国大熊猫入驻多伦多1周年，欢度中国传统佳节中秋节，促进中加两国人民间的友好往来，他将邀请安省省长凯瑟琳·韦恩女士于9月13日晚上在多伦多动物园共同主持中秋国宝慈善晚宴，并为大熊猫保护基金募集善款。房总在致辞中强调，本次活动彰显中加两国人民深厚友谊，正是因为有了大毛和二顺的桥梁和纽带作用，我们中加各界人士于中秋团圆夜欢庆一堂，像一家人一样欢聚在一起，象征着中加两国人民像一家人一样亲密无间。大熊猫入驻多伦多给中加两国人民增添了友情，也带来了亲情。房总指出，本次活动体现了中加人民对大熊猫的爱心，筹得的善款将捐赠给大熊猫保护基金。I think it's very important to create and sustain awareness around giant panda conservation. And so this is a very unique way to engage the corporate and business community around the unique fundraising event in support of conservation. So there are so many fundraising events throughout the Greater Toronto Area, and we think that this is a very unique, special one for a great cause. The gala. So it is a Moon Festival gala.It'll be on September 13th, and we're going to retrofit our interpretive center, which now discusses and highlights all the things about giant pandas, and we're going to retrofit the entire center into a Moon Festival theme and Chinese lanterns. We're going to have unique cuisine and entertainment, and we think it's going to be something people will talk about weeks and months thereafter.Just a couple months ago, we were one of the first zoos in North America to receive actual panda semen from China. They simply don't do that. They don't send their panda semen outside of China. So it's a first for a Canadian zoo. And we had specialists come from China work with our specialists around giant panda insemination. And a couple months ago, we implanted Urshan. And it's a tricky, you never know if she's pregnant until 20 days before she actually gives birth. So it's one of these unique things about giant pandas. So the timing will be hopefully sometime in early to end of September, where we'll know whether that procedure was successful or not. And we're keeping our fingers crossed for another first in Canada. Baby pandas would be a firstin Canada, and the pandas, including the two that we have, and any newborns are always under the ownership of the Chinese Republic. So even though we can claim that they are Canadian born. 今日陽光保護處，琴日就落雨啊。今日咧係唔同咗，唔同嘅原因咧，好簡單，因為今日熊貓咧話要有個活動，一定要陽光普照。咁當然係。天公造美，咁喺動物園度，喺多倫多嘅動物園，啊，因為有一個這個相當有意思嘅活動嘅，就係、是、這個中華人民共和國同埋我哋嘅動物園啦，多倫多動物園咧合辦一個熊貓嘅晚宴，今日喺呢度咧喺個記者招待會，大家所知啊，這個熊貓咧嚟咗我哋安大略省都有一年啦，咁啊過去一年咧又都幾火爆㗎，啊遊客多咗啦，係啊呢個我哋安省同埋呢個中國嘅友誼加深咗啦，啊呢個嚟客多啦，當然咧我哋嘅工作多得，啊經濟方面又好啲啦咁樣嚇，咁啊好多謝呢只兩隻熊貓咧為我哋安省努力，咁啊呢個啊九月嗰時候咧有個籌款嘅活動咧，咁啊去支持兩隻大熊貓嘅，咁聽講咧佢哋嘅生活費都唔少㗎，另外聽講咧又係。二順咧，佢又有可能啊，係啊懷孕嘅，人工受孕。咁如果真係咧，咁佢九月嚟咧，呢只熊貓仔咧會出生嘅，咁啊真係會啊呢、這個全安省都會慶祝佢嘅。咁啊，所以準備一下咁啊一個籌款嘅活動，咁希望咧就能夠令到佢啊呢兩隻熊貓加埋有機會你嘅細路仔咧
喺呢個安省啊嘅生活咧更美好。兩國是非常友好的兩個國家，那麼我們呢也根據兩國政府的協議吧，我們把兩隻熊貓送到了加拿大來進行一些科學的這個試驗以及這個科學的合作。我覺得呢，我們要继续的让这两只熊猫能够在我们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方面能够发挥他们的作用。刚才我在路上跟这个动物园的朋友在聊天，说他们说今年加拿大的天气不好，天气比较冷，雨水也比较多，但是如果没有这两只熊猫在这里的话，恐怕动物园也会遇到很大的困难。但是由于两只熊猫到达，使加拿大的这个观众啊，孩子们、家长们，在这样的天气情况下呢，也能够很多人能够来，所以对动物园来说呢，是一个非常好的事情。我们今年的准备呢，九月份还是像去年一样，我们举办一个熊猫的晚会。熊猫晚会的目的是为熊猫筹款。这次活动呢，是今年在我回国休假之前，动物园的首席执行官亲自到我们总领馆和我谈起这个事情，实际上的想法是他发起的，但是他提出来让我们双方合作，就是我们中国总领事馆和动物园我们一起合作搞一次这个筹款晚宴。当时我就同意了，因为这是一件好事情。我们现在双方在紧密的筹集着啊，在这里呢，我们总领馆我的一些同事呢可能付出了很大的力量啊，到处去这个进行各种样的筹款呐、这个宣传呐、到目前来为止呢，我看我们进行的还是非常的好的。那么这次我们的晚会呢，我相信呢一定会像去年一样有那么样的效果。我准备继续邀请安大略省的省长 Kevin Wynne 来参加我们这个九月份的晚会。我相信大熊猫是我们中国最吉祥的、最和平的、最温顺的一个这一种动物，会给我人民带来一种幸福，带来一种幸福。那么特别是韦恩省长在今年十月下旬他要去中国访问，我相信在访问之前再次参加我们大熊猫的晚宴呢，会给两国关系，会给安大略省和中国这个关系会带来了我们一种福气。所以我希望他今年还能来参加。那么我们也会邀请其他的嘉宾啊，在这里呢，我也特别要感谢，到目前为止对这次晚会给予很大支持的各个企业。那么同时，我也希望呢，就是我们其他的朋友能给予支持的就给予支持，但是这个是绝对是自愿的。我们希望这两只大熊猫能够在这里生活得好。我认为两国的友谊啊，不管是空头谈政治，也不管是做贸易，文化交流是非常重要的。比如这两只大熊猫，比如最近在 Harbourfront Center举办的中国民俗节等等等等，这些文艺都是促进两国关系友好的这种具体的体验。再次感谢各位，谢谢。感谢收看今天的大都故事，我们下期再见。